东北, 距离上海 1700公里。 娘娘! 虽然处在寒冷地带, 东北人却对生活有着热烈的表达方式。 再让我碰到, 有你们好看! 你瞅啥呀? 我瞅你咋的呀? 小哥, 你忘扫微信了? 哦, 二十? 最近咱俩是不是失忆？ 对不起啊, 尤其是那个赵东东。 你敢死结吧, 你, 我下次要再见着他, 你看着我, 反手就是一个。 咋的? 你要把我咋的? 你到底想干嘛? 我有事儿求你。 你和杨一山啊, 以为别人看不出来呢。 他是我弟弟，能不能跟你啊？老好个啦！我爸，看着杨毅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的事情暴走我身上。你又想干嘛？这是人类的一把大忌。不打！加入电影社吧。哎呀妈呀，是个啥招啊？这是。让你大学四年的每一帧都充满故事，充满美好。咱俩很快就会是一家人。 哎呦，现在的这小年轻可真会来事儿去。